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陶做的鱼，木呀，小铃铛铛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新方块大冒险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。上期视频，好吧，我输了。我接受惩罚。哎呦！首先我要声明一点，就是我说的这个我小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你们不许取笑我，取笑我就不跟视频，哼。好了，我开始说了，开始说了，绝对是那个爆炸型的小故事。我准备好了。就是我小时候，我想想看。我小时候一岁大概是一岁多的时候学会走路，那时候还没有尿不湿嘛，裹的都是那个尿布，对，然后从一岁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我读小学五年级，我还一直尿床。同学们送我外号叫做抽水发动机。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哦，哥哥，我最多也就尿到三年级，然后就不尿了，尿床，我只尿到三年级。我难道会告诉你，我读六年级还尿过几次吗？你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哟。回想起来，我六年级尿床的时候，我是做梦在那个玩火，结果着火了，我就尿了。我不是，我每次尿床是做梦的时候，我好想尿，好想尿，然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厕所，然后就尿床了，醒来的时候。好了，咱们上期开的那个不是附属幸运方块，在此要跟小伙伴们说声抱歉，对不起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开的才是附属幸运方块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各位乖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一朵小花花。第一的小爸爸送你，走开，不准抢我的神器蛋糕。哇，好的节奏啊，什么神器啊？哈，圆月大弯刀。哈哈，看我，你别走啊，我看不见哥哥，你看我，哎呦，我帮你解脱啊，帮你解脱，谢谢哥哥哈。大哥。哎呦，伯伯，过去，对，过去，干得漂亮，追着他，弄死他，想要逃却逃不掉，我好想逃却逃不掉，哎，你走开，武器吧，你真的是，哎呦，我手没打的伞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尸体飞得这么远，我手没打长啊。哎，nice， 这个墨雨龙神助攻把他打下去啊！哎，我的愿望是让小铃铛变聪明。不变。哎呦！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哎，这什么电？铁锭。打火石。我刚看出来个什么东西啊？消失不见了，还是掉下去了？有八分钟的来，弄死我，八分钟的凋零效果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玩意啊？哦，小星星送给你，比心，一个紫色的心。哎，你这个是真的小星星哎。好这个哥哥，这个小星星可以干嘛呀？好漂亮哦！应该是可以吃的吧？哥哥，你给我的，你确定给我了吗？这是生命恢复的。既然给你了，我就不会。哎呦！哎呦！不是，这个剑师射的有点疼啊，兄弟。哇哇，小星星！
小斧头，五千伤害的小斧头，好多蛋糕啊！哥哥，你看这个东西，好细，好长，好细长。走，你走开，不要给我看，我晕针。绿宝石。哎，这个是金之采集桶。不是，我这开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猪脑王，猪脑王，有。发生什么？我和我的脑王一起惊呆了。不是，你才老王了。没有，我刚刚开出来了一个老王，然后被炸死了。给我这么多蛋糕干什么？咱们两个是不是开出赛道了啊？可能，也许，大概吧。那给你老王的肉。我的妈呀！给你这么多幸运方块，完蛋了！我的愿望是让小铃铛变成。哎，果然是的，这些幸运方块开出了好东西，这个好像幸运的幸运方块全都。怎么了？这个什么帽子啊？什么帽子？弓箭，真的都是幸运的东西。什么帽子？你看我头上戴的这个帽子，哎，我也开到了一个小星星。嘿。什么什么帽子？大兄弟，我能告诉你我什么好东西都没捡着吗？但我想跟你讲，你开出了好多的凋零困头，但是他们弄不死你啊。是的呀，这才是重点好吧。我还开到了小樱桃，好像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，我也不记得。哥哥，你跑错赛道了。我是过去捡东西的，捡东西的，没错，捡东西的。完了，能不能给点装备啊，兄弟？哎，给了双靴子，但是好像没。心脏。哎，哥哥。怎么了？干什么？当。干什么？但是没什么用。小僵尸你好呀。没事吧，不要跟我讲掉下了什么东西，不要跟我讲，不要炸弹。OK。哎，没事。又是一把武器。我的妈呀，这攻击，这锋利效果。嗨，阿娜在哦，走。这把大脑斧，哦不对，大斧头。钥匙，这个钥匙应该是可以做装备的。啊，哥哥，你看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我开了多少的幸运方块出来，我背包里面应该有一组多了。又有这么多幸运方块，我的天哪！完了！真的是炒鸡开心的。炒鸡开心的哦，炒鸡开心的，大土匪来啦！大土匪来啦！大土匪来啦！哭傻子！这个是无敌的哭傻子！完了！就是这个小僵尸，我打死你小僵尸！给你拿哭傻子！你确定给我？给你拿！我有帽子，你没看到吗？我有一个跟那个哭傻子一套的那个帽子。这场 PVP 又是没有结果的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呀。哎呦，好多哎呦，我跳不过去了。我不跟你讲，我背包里面全都是幸运方块。还有幸运方块？对，我背包里面有个39个。对，我的吗？什么的？对。再见。哎，我有好东西了。是什么？锄头。武器，又是他们。不是你个，你莫影龙不要嚣张，我告诉你啊，不要嚣张。你们有确认过眼神吗？确定过我是你们惹不起的人吗？惹不起的人吗？还来？过分。来，come on， 打死你们！还一个，
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干掉了，可以安心的那个开训方块了。搞基，哎哎哎哎，又要出好东西了，要出好东西了。啊、我也是，拜托给我一个裤衩机好不好？大哥你倒是，大哥你倒是，大哥你倒是打雷呀、啊，大哥。大哥他卡了。大哥，哥哎，哥哎，完了，完了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特大的好消息！我大哥他罢工了，所以咱们重新开一遍吧。好的。小铃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真的？我准备好了。你刚刚丢了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是穿了什么装备啊？我穿了一个帽子，它会让你中毒的，对不对？你个小婊子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丢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小星星。看我手中。什么东西啊？打死我！来，秋实，秋实，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来来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打死我！来，咦，我的天哪，竟然打不死你！好像咱们俩都没完了，这又是一场没有结果的 PVP， 没有结果的 PVP 三叉剪，好了，没结果了。海神三叉剪吗？等一下，嗯。这个呢？这个有什么效果吗？你也有啊？呵呵呵，没有结果的 PVP。你刚刚用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大炮呀！不是，确定是那个大炮？真确定以及肯定？你看，等，哎，你人呢？你人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，这个大炮好像我也有哎。我们俩的不一样，你看你的是这个颜色的，我的是这个颜色的。等会儿。哎，打不着、啊、我这还有来走，我再试一下这个炮看啊。你试一下也不行，打不起，打，但是打你掉血，我可以走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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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手里掏手里掏，难受难受难受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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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难受。好了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